近日有人妻在香港讨论区以老公最近成日回大陆过夜为题发文，说内地和香港通关之后，老公间不中会趁星期六日放假约埋朋友去到内地放松，或想去吃下嘢揼骨按摩舒服下。他说他都理解，但是他说最近老公放工之后竟然选择不花时间和他和仔女相处，反而是直接北上消遣，放工之后回到家嗱嗱吃个饭就执嘢走，有时老公会说是跟同事一起去，第二日直接去翻工，令到他质疑这样翻工不攰咩，同埋真的有必要去得咁密咩。呢一位人妻说有些怀疑老公在上面不知道是不是有了第二个，所以才会咁。网上就有人向他献计，教他查证老公是不是有背叛自己。网民说教你一招，放一盒避孕套在平时放开的地方，记得数数目，然后过几日看看有没有小到。